OK。晚安喽，各位。再继续昨天的哩。昨天呢，玩到了鱼子岛。为啥哩？我们现在呢要去找盗贼的地方。盗贼那个时候留下一个暗号，狮子王知道，抄一下，没错，那多多多需要 B， 找个 B。抄下来，在 face， 海族科尼科马子，马子什么意思？科马子？三三，是不是翻出了什么？是不是有组织的海贼？蛮奇怪的。那不重要，好，我先切换给画面。哇啊！应该有连到网络吧？应该有。啊，不要不要，算了，再试。我说好像没有小瓶子了，是网络没连上。海贼好像应该回到那个回到车，他的那个船上面。我们船到这里。怎么上去嘞？哇，快溺死了！这个啦，然后要切入，开机，做两点哭，你哭，马子。OK， 继续。
有。不知道他们去哪里。这里本来进不来吗？现在那个海贼头目 Tetra 的，不知道是他的像还是他妈妈的像。瞧，这本呢，他这边有这个图哎，开起来。因为他的床上有放这个传说的勇者的照片。那拍一下好了。那下一张。Hello, hello, 呵，收起来。你还活着啊？他说他们都说你到那个魔兽岛，被那个魔兽岛那个怪物鸟给做掉了呢，结果还活着嘛 ？Sorry， Hello， 都卡我呀，哈哈。啊，原来是非常仰慕我，所以回来了哦。那么想要成为我的那个手下吗？有时间限制的这次，不知道这次是什么东西呢？OK， 等我踩了这个之后呢，它就开始运作了，所以要快，试试看。成功，耶！马达可尼莫，我已经在，太厉害了你！太好了，里面装的是炸弹。他给我了。
后面好像有点累。